各位法师，各位道友，大家下午好。首先啊，请大家啊发菩提心。那、啊、我们今天啊听这个课的目的啊是什么呢？啊，就是有两种目的啊，应该是有两种目的，一个是长远的目的，也就是终极的目的目标，然后另外一个呢，我们的眼前的或者是短啊、临时的目标，应该有这样子的两种目标，那么两种目标当中呢，啊，我们的终极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成佛啊，所有大乘佛教的修心啊，所有大乘佛教的学习，所有大乘佛教的啊心善，包括比如说慈善、公益啊，这样子的这个行为啊，一切都为了什么呢？啊，为了成佛，为了自利利他。首先啊，我们自己成佛，然后去让更多的人成佛啊，就是这个目标，这个是我们的终极的目标。然后我们啊要度众生啊，如果要度众生，那怎么样去度呢？首先啊，我自己要成佛啊，我成佛了以后呢，我才能够让其他人成佛啊。如果我自己啊的问题都没有解决啊，这样子的话呢，就是帮不了别人。比如说啊，我们想帮助啊贫穷的人啊，想帮助贫穷的人啊，这样子的话，那首先我要去做什么呢？啊，那就是要我要去赚钱呢啊。赚了钱，我发财了以后呢，我才能够啊帮助这些贫穷的人。如果我自己都很贫穷的话，那我拿什么东西来帮助他呢？啊，没有办法的。所以，比如说我们一个很贫穷的人啊，他想用物质啊去帮助别人啊，这个心是非常好的，但是呢，实际上啊，这不现实。所以如果真的啊想无知啊去拿无知去帮助别人的话，那么首先自己要赚钱啊发财，然后帮助别人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比如说就是在某一个地方啊，假使就是发生了一个啊很严重的疾病啊瘟疫啊这样子的时候，比如说其中有一个人啊，他想帮助啊，想帮助这些人，想解决这些人的啊这个疾病的痛苦啊。如果这样子的话，那么他首先要去做什么呢？首先他要去学医啊，他学医啊，他懂得怎么样去治病啊，这样子的时候呢，他才能够啊帮助这些人，给他们解决啊这个疾病的痛苦。
如果他不动怎么样治病他这个医学方面他一无所知，这样子的话，那就是他的心很好的，他想帮助这些人，他想解决这些人的疾病的痛苦，心很好但是呢，实际上这个是没有办法做到的，所以我们。首先如果要去帮助这些人，给他们治病，那首先我自己要去学医，然后再去治病是这样子还有一个，比如说在某一个城市比如说在东边发生了火灾在东边发生了火灾的时候，假设他们的水源在西边这样子的话那么。我们如果在这个中间的话，那我们应该是先往东边跑还是西边跑呢？大家得想想如果我们往东边跑因为就是在东边着火呀，发生火灾了，所以我为什么要不东边跑？我为什么要往西边跑呢？不就着火不是西边呢？不就是在东边吗？看起来这个说的有道理但是呢，我们两手空空的就到了东边着火的地方，那没有任何的用没有任何的用，所以这个时候呢，应该是往西边跑，往西边跑，搭水搭了水，然后再往东边跑那么这样子手里有水可以扑火呀。就是这样子的道理，所以我们佛教将入世就是去利益众生但是呢，首先要出世先我自己的问题解决当我没有烦恼没有生老病死的问题，我的很多问题解决的时候呢，然后我再去帮助别人这个是非常非常这个正确的。这样子才能够帮助别人，否则的话，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的心很好，我们想帮助别人，但是呢，在帮助别人的过程当中帮助别人的过程当中，然后就会发生很多很多的发生很多的这个问题那这个时候这些问题我们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呢，做不下去佛教里面有一个故事。佛经有个故事那个故事是发生在这个释迦牟尼佛的旁边呢，有两打弟子，就是舍利子和目犍连就发生在这个舍利子的身上舍利子然后舍利子他开始的时候呢他也发菩提心他想度众生他想度化众生然后有一天有一天，这是过去的时候，这个不一定是他的这一生他的前世然后有一天呢有人来向他要东西然后呢要什么呢这个人就是很过分的，就是不是要身外的东西，就是要他的有币有收有收，然后呢这个舍利子的前世他把自己的右臂砍掉砍掉了以后，右手砍掉以后，用左手拿起这个右手然后给送给别人这个时候呢来咬他的这个右手的这个人呢，就冒火生气你为什么左手给我呢？左手给我左手给东西是不礼貌的呀。不礼貌，你为什么用左手来给我东西呢？然后舍利子就一想我右手已经砍掉了，就是你让我砍的然后我现在不用左手，我用什么呢？没有第三只手所以这个时候呢，他非常的失望，他觉得我要去度众生满足众生，这种想法仿佛似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不学了。所以我不学大乘佛教，我不度众生了还是我自己解决我自己的问题，我想学小乘佛教这样子的有这样子的故事，当然这个故事是假的告诉大家
这故事为什么是加的呢？加的意思就是说，因为这个木犍连、舍利子，他们不是一般的这个阿罗汉学小乘佛教，他们是释迦牟尼佛的化身啊，释迦牟尼佛的化身啊，因为他是释迦牟尼佛的化身，所以他我刚才讲的这个故事呀、啊，它也是一种表演而已啊，表演啊，演戏啊，演戏给大家看看啊。这个意思，它不是，实际上不是真实的东西。但是呢，那不是真实，为什么要演表演这样子的戏呢？这个就是告诉我们，其实是有这样子的人啊，有这样子的人啊。比如说把自己的右臂砍下来，用左手给你，然后他又反而给你生气啊，会有这样子的人的啊。所以啊，如果我们要发菩提心的话，那你必须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啊，充分的思想准备。到时候啊，你假使有一天你把右手砍掉，用左手给别人啊，有可能你也遇到这样子的人。假如你遇到这样子的人，那你怎么给他讲啊？你还是继续学大乘佛教呢，还是不学啊？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这个就是告诉我们，如果你要度众生，那你必须要有这样子的充分的思想准备。如果没有这些思想准备的话，因为众生的这个根基啊，每一个人的这个根啊，他的这个人心呢，是形形色色，千差万别，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众生都会有的啊。所以你在这个度众生啊，或者是帮助众生的这个过程当中，一定会面临太多太多啊，非常让你失望的、绝望的啊，这样子的事情啊。你不要以为度众生啊，因为我帮助别人呢，跟别人都是一定会尊敬我呀啊，为什么不尊敬我呢？我不是为你们服务吗？我不是为你们付出吗？为什么你不尊敬我？他们一定会尊敬我的，不要有这样子的想法，不会的啊。也许有些人尊敬你的，但是呢，也许很多很多的人是不会尊敬你的。但是如果有菩提心的话，好，尊敬也可以，不尊敬这个都无所谓，那没关系啊。我在尊敬的话，我也帮他们啊，这个付出；不尊敬的人，我一样的帮助他们啊，帮助他们能够凡事啊，能够帮助的人啊，不管他尊敬我也好，不尊敬我也好啊，都没有关系，我要帮助他啊。就是要有这样子的心啊，那么这个心从哪里来呢？啊，它的这个来源是什么呢？我们为什么有这样子的心呢？有人会有这样子的心吗？有这样子的心啊。那么这个必须要有一个强大的力量才会啊，我们才能够会有这样子的心啊。那这个强大的力量叫什么呢？叫慈悲心。叫做慈悲心。慈悲心是什么意思呢？悲和慈不一样的啊。慈就是我们诚心实意的啊，从骨子里，从发自内心的想希望啊，天下所有的众生能够拥有幸福啊，这样子的心叫做慈。然后悲是什么呢？发自内心的希望天下所有的众生能够远离所有的痛苦这叫做悲。慈和悲是这样子然后我们永远都说希望怎么怎么样，希望怎么怎么那么这个永远都是一个希望而已永远都是一个愿望，一个心愿而已，这个是没有实际心动的愿望心愿而已心很好，但是呢，这个心呢，它还没有发展到让我去做这个事情的层面所以心好这个时候也没有太大的用，所以我们要用到这个实际心动落实到实际心动上那么落实到实际行动，那就必须要有强大的力量这个
就是慈悲心啊，以强大的力量在背后啊支持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啊，比如说，右手砍下来送给别人的，左手递给别人的时候呢，他这个时候来批评呢、侮辱呀、骂呀，这样子的话也不生气，没关系，因为他是不懂，他是无明等等啊。如果有这样子的心，才叫做菩提心，不容易的，非常不容易的啊。是菩提心，菩提心。我今天坐在这么高的这个法座上给你们讲菩提心，其实非常不容易，说起来特别简单啊，但是呢，这个要做，让我下来做也做不到的啊。那么做不到，那讲这些有什么用呢？啊，也不是谁都做不到的，还是很多人能够做得到。只要大家知道怎么去做的话，还是有一大批的人，一大批的人能够做到的啊。像我们做不到的人呢，也就跟着别人的后面，慢慢、慢慢、慢慢的，总有一天呢，我们也能够做得到的。这个就是像从释迦牟尼佛到现在啊，2500多年的这个佛教的这个漫长的历史当中，有成千上万的印度人，成千上万的这个西藏人，成千上万的东南亚这一带的这么多的人啊，都做到了啊，成功的做到了。所以我们也就是啊，往这个后面能走一步走一步，能走两步就走两步，这样子的话啊，总有一天啊，我们能够啊，就走到啊这个最后一步啊，这个是肯定的。任何一个事情，哪怕是再困难的事情啊，难度再大的事，只要你啊坚持去做啊，不放下不放弃，这样子的话，最终啊会成功的啊。所以呢，我们每一次啊大乘佛教，尤其是我们藏传佛教就是这样子的，我们每一次啊，讲课的时候呢，要提醒大家啊，你来听这个课是为什么呢？就是为了成佛啊。既然为了成佛，那必须要发菩提心呢，请大家发菩提心，这样子每一次都需要的啊，每一次都需要啊，要提醒大家啊，发菩提心啊，这个是特别重要。菩提心，大家不要以为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这个是。啊，我在藏传佛教里面呢，有些上师啊，就在这个山东里面呢，他什么都不做，就修菩提心，修9年啊，这样子的都有啊。那这样子以后呢，你们可能也许，我希望就是大家啊，把这些人就作为一个我们的标率啊，但是呢，反面的啊，也许有反面的负面的作用。你们觉得哦，修9年呢，只修菩提心都要修9年，那我们怎么可能呢？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那就干脆就不修了。我就还是像这个舍利子一样，我就修小乘佛教啊。也许这样子，但是不用这样子啊。我们只要有一个开头啊，这个是最关键的了。结尾是什么时候有这个，先不要着急啊。我们修行的时候呢，今天修了，明天就要拿到结果，然后呢，这个月修啊，下一个月一定要有结果，没有结果就不修，这样子的话都不会成功的。所以要这个修行是必须要细水长流啊，这样子的话它才有效果的啊。所以我们要发菩提心啊，所以我们今天呢讲课的时候也要大家发菩提心啊。我知道我们大多数的人啊，是不会有一个很标准的这个菩提心，我觉得基本上不会有的。但是呢，都没有问题的。我们现在没有这样子的菩提心，不等于啊永远都没有这样子的菩提心。所以，逐步的去啊修菩提心，它本身也有一个很大的、强大的力量。凡是啊，就菩提心，它就像一个。像一个巨大的磁铁，或者像地球一样啊，凡是想修它的、稍微靠近它的人啊，都能够最终快速的吸引啊。我们地球上啊，地球的周边任何一个东西掉下来，它不会掉到太空当中啊，它就掉到地球上啊。就是这个一样，我们修菩提心，它本身也有一个很大、巨大的力量啊，所以我们一定会成功的。所以是希望大家。啊，修菩提心啊，菩提心才是大乘佛教的精华啊！大乘佛教啊，藏传的也好，汉传的也好，印度本身现在没有太大的这个太多的佛教了，
但是呢印度佛教也好，都是它的精华就是菩提心所以我们就是在心里就有一个非常勉强的去想一下，这个功德都是不可思议的就是勉强的虚假的虚假的，其实他根本没有去想我一定要去度众生，我一定要成佛，但是呢虚假的这样子想一下，也有很大的功德的那真实的菩提心就更不用说了。所以今天我们大家希望大家先发菩提心。怎么样发菩提心呢？大家想我一定要让天下所有的众生成佛那么怎么样让他们成佛呢？首先我能够顺利的完成这个工作。为了顺利的完成这个工作，首先我要成佛首先我要成佛。我成佛了以后呢成佛的第二天我立即就投入到这个利益众生的这个行业当中这样子去发菩提心那么要成佛的话，那我们要学习修心这样子才能够成佛所以我们今天来学佛修习这个今天我们来讲听课听了课以后呢，我们一步一步的去修要这样的发心。好，这是我们的讲课之前要告诉大家我们要这个发菩提心，这是第一个问题然后接下来第二个呢是我们的今天的课我们的课是禅修的方法今天我们要讲的是禅修的方法禅修的方法当中讲这个禅修的方法的时候呢，我想首先给大家讲一下什么是禅什么叫做禅禅的本质是什么先简单的介绍一下好，那么这样子的话，禅由光仪和狭义的这个禅光仪的禅是什么呢光仪的禅就是凡是心静下来的凡是我们的心去专注某一件事情某一件善事然后呢很认真的去专注某一件善事，然后心平静下来这样子的这个都叫做禅这些都叫做禅。这个禅呢可以这么说，有这个禅我们可以有几个分类有三种不同的禅第一个是什么呢？有思维的有思维静下来以后呢，然后我们去思考思维思考什么呢？思考人生思考这个世界的本质是思考我们这个人生当中应该去做什么什么才是最有意义的等等心静下来做去想这些事情我们的人生有多么不容易然后呢我们的人生非常的脆弱如果脆弱，我下这一生当中我什么都没有修，没有任何的这个结果。如果我两手空空的回去的话，那我会堕地狱堕畜生道等等就去想这些事情这个叫做有思维的禅有思维的禅。所以慈悲心我们刚才讲的慈悲心也是其中一个修菩提心修菩提心也是其中一个修菩提心也是其中一个有思维的禅这叫做有思维的禅。然后没有思维的禅没有思维的禅是什么呢就像心静下来，这个南传佛教修的这个禅，或者是内观南传佛教的内观然后北传佛教里面的罕传佛教讲的四禅八定四禅八定还有藏传佛教里面呢，这叫做寂智寂智，其实这三个都是一个意思在汉传佛这个南传佛教这样的内观汉传佛教这样的四禅八定，然后这个藏传佛教讲的藏传佛教也讲这个禅和定，然后也讲寂智
啊，机智就是我们的心静下来，就这个意思啊。这个禅呢啊，就是没有思维的啊，就心静下来，心特别特别的平静啊。然后我们的这些心理啊，平时都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杂念啊，有各种各样的啊这些杂念啊，心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很浮躁啊，特别的浮躁，尤其是现代的人啊，每一天这个接受的信息量啊是相当相当大的啊，然后每一天每一个人要去处理的工作呢也有很多很多很多，也庞大的工作，然后每一天要去见的人也有特别特别多，这些人当中呢什么样的人都有啊。这样子以后呢，在这样子的环境当中啊，这样子的这个环境当中呢，这样子的这个条件下，我们的心啊，就是越来越静不下来啊，越来越静不下来，越来越浮躁，越来越浮躁啊，最后啊，大家心很不开心啊，我们内心当中啊，得不到这个自由，比如说，如果我们有言论自由、新闻的自由啊，这人生的自由，什么样的自由啊都有了。假设这些自由都有了啊，但是唯一的这个一个我们的心理啊没有自由的话，那么最终还是感觉不到自由啊，因为我自己的烦恼啊把我控制住啊，让我开心的时候他不让我开心啊，让我想睡觉的时候呢啊他不让我睡觉。然后呢我想开心一点的时候呢他不让我开心啊，然后呢我想把某一个东西呢想送给别人的时候呢他就不让送给别人啊，他告诉我这个不能送啊，你要送的话这里有两个，一个稍微好一点的和比较不好的东西的话，那你就只能送这个不好的东西啊，好的东西你以后还是有用的，不要送啊等等，这样子的这个啊心就把我控制住了啊。这个时候呢不是啊外面不是政治在控制我们，也不是经济在控制我们啊，也不是这个社会在控制，而是我的啊自己的心啊控制我啊控制我。然后这样子以后呢，比如说啊平时我们啊不去逛街啊不买东西的话呢，有我知道不要这样子去逛街，不要去买东西，没有用。这个时候呢，有我的心就不让我静下来，一定要去逛街，一定要去逛街，多买点衣服，多去看一看吧。你可以不买啊，但是呢，你去看一看呢，到购物中心去看一看。然后呢，人家这个银行啊，给我们有提供了所谓的方便，也就是人家赚钱的一个非常好的手法啊，给我们一个不需要现金也不需要考虑现金的一个这样子的啊信用卡，然后我们刷刷刷刷刷啊，这个时候呢如果不刷的话啊，又是我们的心啊，其实我不需要刷这些，不需要买这些东西，其实不需要的，但是呢啊我的心就又不让我静下来，让我一定要去啊买东西啊，然后卖了一大堆东西回来了以后呢，然后这些东西都其实是不要的，已经有的东西啊，这样子以后呢有内疚，哎呀我为什么买这么多东西呢，又花了这么多的钱呢，回来一看就几万块钱几千块钱都没有了，这时候呢又不开心了。所以那买了开心还是不买开心，到底我们买也不开心，不买也就不开心，那为什么这样子，就是因为我们的心啊在控制主啊啊控制我们了，所以啊就让我不让我们感觉到啊这个自由啊自在轻松啊，放我没有办法放轻松，因为我们的心啊就把我们绑架了啊，所以呢没有办法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有一种方法啊，有一种方法来把这个浮躁的心啊静下来啊，静下来就一个很平静的状态当中啊，能够达到一个平静的状态。这个时候呢如果这个禅定呢修得稍微比较好的话呢，然后我们人啊
还是要去处理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是呢心比较平静啊。佛教里面有一句话叫做人忙心不忙啊，人是忙的，还是要养家糊口啊，要工作呀就要去做很多很多事情的。但是呢心就不忙的啊，心很平静的啊，不管是有人来骂啊，有人来这个祈福啊，或者是就遇到了很多很多的不公平的待遇等等，这样子的时候呢也就心还是很淡定啊，心以这个平常的心去面对一切。这个时候呢就是人忙要处理很多事情，但是心不忙啊，心不忙。否则的话是相反的，相反的，很多很多的时候啊，我们在实际上根本就没有发生那么严重的事情，跟没有关系的啊。但是呢，因为我们的心啊，就是告诉我一定要这样子啊，这样子以后呢，很急啊。就比如说我们要去某一个地方，其实是2分钟提前到和5分钟之后到都没有关系的，这个怎么样都可以的。但是呢，就是他告诉我不可以的，一定要2分钟之前到，如果不到的话怎么样，然后越来越不开心啊。所以我们这个物质生活提高了以后呢，这个是必须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的啊。物质生活提高，物质水平提高，它不会从天而降啊，是要人去创造的啊，人去创造。那么创造的过程当中呢，就发生了太多太多太多的不愉快的东西。所以呢，我们就是用了一大堆的不开心和这个不开心的事情去换一个这么一点点的这个快乐啊，快乐。我们的目标就是能达到或者不能达到都说不清楚，但是呢付出是一定要付出的啊。但是我们愿意啊，就是因为我们就希望就是总有一天呢有一个什么幸福啊快乐呀，会有这样子，所以我要付出。但是这个有和没有，总有一天真的有没有说不清楚。但是呢我们即使是有的话，那也就是要这个要付出很大很大才能够换这么一点点的这个心腹啊，这样子。所以我们的心呢就是变成越来越浮躁啊，越来越不开心。我们拥有的东西其实是非常非常多，但是呢心越来越不开心，越来越不幸福。这个我们全世界的人都是这样子，这个并不是某一个民族、某一个国家、某一个地区，不是这样子。全世界的这个幸福指数啊，人幸不幸福、开不开心，是有一个科学的数据来衡量，可以衡量的啊。这个叫做幸福指数啊。自从有了一个比较可靠的这个数据依赖，发现全世界的幸福指数一直都在下滑，没有一个在增长啊，没有一个是增长啊。有些地方呢稍微有增长了一点，一下子下滑了以后呢再也回不来了啊，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的心啊不开心的时候呢就是很痛苦的啊。所以我们要修禅定啊，禅定就是让我们的心平静下来啊，不要那么浮躁，稍微平静一点。这样子的话，人忙，但是心不是很忙，心能够比较平静啊。这样子，这个叫做四禅八定啊，心平静，但是它是没有思考、没有思维的，就要心静下来啊，心静下来，这叫做禅啊，这叫做。没有思维的禅啊。然后第三个禅呢超越啊，已经超越了有思维和没有思维的啊，它已经超越了有无啊这样子的这个界限啊，已经突破了这些有思维和没有思维的界限啊，这样子的禅。这个用大乘佛教的这个话来讲的话，这个禅叫做如来所悉禅啊，
如来说西禅，就如来是佛啊，佛西幻的禅啊，说西就是说西幻的啊，如来佛说西幻的啊，佛说瞻仰的赞叹的啊，这种禅，这个禅呢，它既不是没有思维啊，也不是有思维，它有些时候是有思维，但它不是思维啊，它有些时候是没有思维，但是它不是仅仅是没有思维啊，它已经超越了这些界限啊，那这个叫做真悟啊，韩传佛教的禅宗讲的这个真悟啊，真悟就是这个境界啊，这也是禅。这三个叫做禅啊，我们总的来说，这个所有的禅可以归纳为这三个不同的禅。那么我们啊，这三个禅都有用的啊。我们第一个呢啊，比如说在藏传佛教里面呢，第一个有思维的禅是什么呢？让我们静下来，先不要去想家庭的事情、婚姻的事情、工作的事情啊，我老了以后会不会啊生病呢？啊，然后呢，我会不会这个没有人管呢？啊，等等，先不要去想这个，到时候能不能老，有没有这个老的一天，我们不知道了。能够比如说还没有老之前，会不会离开这个世界啊？这个都说不清，都有太多太多的啊不确定的因素。我们今天在这里活着啊，来到这里是一个偶然啊，没有一个必然的东西，一定要今天活着啊。但是死亡呢，的确是必然啊，必然的，这是绝对的啊。活着呢啊，今天活也是偶然，明天活能活也是偶然，今年能够活下来也是偶然啊，明年能够活下来也是偶然啊，没有一个理由我一定要今年活啊，我一定要明年活下来，必然的，没有这种说法啊。但是呢，死亡呢啊，当然不是今年和明年啊，但是这个死亡呢，总有一天这个死亡啊是必然的啊，所以我们不要太考虑更多的去焦虑未来的事情啊，把握住当下啊，才能够决定未来的一切啊。那这时候呢，我们去思考啊，去思考这个思家心啊，藏传佛教里面讲思家心就是出离心啊，我怎么样这个从这个轮回当中啊解脱啊，我如果不解脱的话，我就在这个生死轮回当中啊这样子啊流转下去，那是无始无终的啊，是非常恐怖的，非常啊恐怖的，所以我要去，我一定要解脱，我要了脱生死啊，怎么样去了脱生死等等，去思考这些啊，都叫做有思维的禅啊，都叫做有思维的禅。然后修菩提心啊，修菩提心的时候，我们啊就是啊，那我一个人的生老病死的问题解决了，这个还不是什么很伟大的事情啊，这不是什么很了不起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地球上啊有70亿人口啊，70亿人口当中呢，那我一个人解脱了，其他人都不解脱的话，那有意义吗？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所以我还是要去想办法让70亿人口全部解脱啊，然后呢再去想啊。我们比如说这个所有的生命当中啊，人类就是这么一小部分一小部分啊，那么这么一小部分的生命解脱了，其他的生命都没有解脱，那也没有太大意思，所以我还是要去想啊，所有的生命啊能够解脱的啊，这样子的方法啊，这样子去思考这个叫做菩提心啊，这个叫做菩提心。然后菩提心啊，出离心、菩提心都修好了以后呢，然后心静下来，修禅定啊，修一年、两年、三年这样子的时间当中，心静下来，心非常的平静了啊。现在我们有出离心了、菩提心了，都有了，然后我们的心也很平静啊。啊，这时候呢，我们就去啊，这个去证悟空心啊，证悟空心。这时候呢，恍然大悟的。啊，这个证悟了，证悟了以后呢，我们所有的问题啊就得到解决了啊。那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前面讲的出离心跟菩提心，这个修这个禅
啊，叫做有思维的禅啊，这叫做有思维的禅。然后第二个部分啊，就是修这个禅定啊，心静下来的啊，这种平静的状态的这种禅，叫做无思维的禅。然后第三个阶段正悟空心啊，这个叫做超越有悟的禅啊，超越了有思维和无思维的禅啊，这样子。禅，这三个叫做禅。好，这个是我们的禅的分类啊。什么叫做禅？就是这样子啊，简单的说。接下来我们讲啊，那么为什么我们要去修禅呢？为什么要去修禅啊？为什么不可以不修呢？啊，那就是我们在接下来我们再简单的说一下啊，我们为什么要修禅啊？我们为什么要修禅？这个目的。可以有很多很多的啊，特别多啊。禅，我们把这个禅用来啊，作为，比如说我们很多人是啊失眠的啊，很多人是失眠啊，因为工作压力大啊，这样子以后呢，就很多人都是啊晚上睡不着觉啊，即使是睡着了，也是啊这个睡眠的质量啊非常的差啊，这样子以后呢。白天啊，虽然是晚上啊昏昏沉沉的睡了，但是因为睡眠的质量差呀，所以就是白天啊都是工作的效率特别特别的低啊。然后工作效率低了以后呢，然后啊我们的这个比如说老板呢、领导啊对我们特别的不满意啊，我的工作得不到肯定啊，然后就是面临这个。啊，被解雇啊，这样子的问题了。那这个时候呢，更加的焦虑，更加的痛苦，快要抑郁症啊，快要得抑郁症啊。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就通过这个禅来调整心态，改善这个睡眠的质量啊，睡眠的质量，然后就慢慢慢慢啊，就像啊，快要死的一朵花里面呢。我们浇了一点点水一样，它慢慢慢就活啊，它就会活起来了啊。禅也有这样子的啊，禅也有这样子的力量啊。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我们的心啊很浮躁，特别的浮躁，不开心啊，让我们静下来，静不下来，所以特别的这个啊不爽啊，就是因为太多太多的负面的东西啊，因为我们的心里就是。这个从小的时候到现在的这些所有的压力啊，来自于学习的压力啊，来自于这个家庭父母的这个压力啊，父母呢啊就在亚洲人啊，尤其是这个华人很多都是这样子的，尤其中国就是这样子，父母因为他们的这种观念啊都是传统的观念，那所以呢，他们以这个传统的观念。啊，作为这个出发点，然后呢，让儿女逼着儿女去做很多很多很多的事情的啊，所以这个是来自于这个父母的啊压力，然后就是来自于太多太多的婚姻的压力、感情的压力、工作的压力等等啊，太多的压力。那么这么多的压力啊，就是堆积在我们一个人的身上的时候呢，然后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肉体啊。他也有一个他自己的遵守的这个能力啊，遵守的能力超过了这个遵守的能力，那我们的身体就会出问题的。然后呢，我们的精神也是一样，它有一定的这个承受的这个限制，只要不超过这个限制的话，那么我们平时心情不好不开心，但是呢不会出太多的严重的这个精神上的问题啊。如果这种压力太多了，各种各样各个方面的压力太多，然后又没有一个解决的方法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呢，精神啊它能够承受的这个界限超过了以后呢，然后就精神就出问题了啊，精神出问题。所以这个问题目前我们最大的啊，最大最大的问题就是抑郁症啊，就是抑郁症。所以我们修禅啊来解决这个问题也可以的啊，这是我们生活上也能够用得上。
另外一个呢，修禅是用来干什么？用来真悟啊，真悟，真悟空心，就需要心平静下来啊，心能够静下来，心静下来的这种状态当中，我们才能够真悟啊。如果我们心很浮躁啊，这样子的时候呢，要能够看到它的本心啊，是非常难的啊。比如说我们，比如说一个湖水很平静的时候，或者是一个河流啊。它流得很满很满的时候呢，我们能够看到这个河底下的这个一块石头啊，一根草啊，木头啊，全部都是看得清清楚楚的。但是这个河流急了以后呢，然后水流很急的时候下面的东西我们都看不见，下面有石头啊、木头啊、草啊都看不见的啊。同样的，我们的心非常浮躁的时候，没有办法看到它的本心没办法看到它的本心所以心要静下来心静下来的时候才能够看到它的这个本心所以呢，我们要这个打坐打坐，一方面呢就是就生活方面呢，就是化解一些很多很多的问题生活上的这些问题，如果我们不解决的话，心灵的这些问题不解决的话，那真的是很危险的化解的方法呢，有几种化解的方法我们的心理的矛盾焦虑有几种化解的方法有一个是什么呢？有一个是发泄出来发泄发泄又怎么样发泄呢？有几种方法。发泄有一个叫做发泄把知道吗？发泄把知不知道？就网把这样子的发泄把有吗？没有去过大家没有去过发泄把是什么意思呢？告诉大家，比如说你心情非常不愉快的时候呢，然后就有一个这个空的房间里面呢就堆了很多很多没有用的，像电视机呀。像没有用的这些家具呀，这些东西然后你不开心的时候去炸炸到处去炸炸完了以后要给钱这个叫做发泄吧这叫做发泄吧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呀，就是因为人因为太多太多的这些焦虑的东西闷在心里面憋在心里面，然后就。实在是难受，特别特别的难受。然后又没有什么方法把这些心里的这些这么多的垃圾的东西又没有办法清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去发泄吧。很多地方都有的这个马来西亚的吉隆坡不知道有没有发泄吧？也许会有的，去看看网上去搜索一下哪里有发泄吧。如果有的话，去砸东西，但是砸的不要太多了，要给钱的差不多的时候呢，要出来了该出来了这叫做发泄吧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发泄的方法这个发泄的这个地方呢，叫做哭吧哭吧是就让你进去哭的地方哭的地方给你一个房间，没有什么东西了里面有。一张桌子，一个凳子，没有别的东西就进去以后就哭哭哭哭哭哭，哭完了以后呢还是要给钱的哭也要给钱呢哭也要给钱但是很奇怪我们不一定要这个地方去哭，在家里哭不就可以吗但是呢，还是有人到这个哭吧里面去哭哭了以后呢，因为。人就出了太多的眼泪以后呢，就是感觉稍微有点点轻松的稍微有点轻松的这个我觉得人，我们现代人真的很可怜的，就是没有办法了，就是这个，其实这个干这个，你哭了以后呢，稍微有点轻松的这个心理学上也讲的，人的眼泪就多了以后呢出的多了以后呢，心理上因为憋了很多东西就是因为这个。当然，眼泪跟这个心是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的。眼泪又不是心，心又不是眼泪。但是呢，
这样子就人的感觉上就是稍微有一点点啊，有一点点轻松啊，然后呢就给点钱就走了啊，这样子啊，但是呢出去还要重新化妆的啊，所以要花更多的钱啊，所以还是很麻烦的这个，所以我觉得这个库巴也不是最好的选择了啊，最好的选择啊。这个发泄吧也不好，不是最好的选择。如果我们每天到发泄吧，或者是每个星期都到发泄吧里面去砸东西，这样子，如果这个习惯了，有一天回来把家当做发泄吧，那就很麻烦了，家里东西都砸完了啊。所以我们这些东西都不是最好的方法了。但是呢，不知道这个是谁发明的啊？我想肯定是这些心理学家的这些专家在办公室里面想出来的。我想啊，但是这个呢，也许就是对有些人呢稍微有一点点帮助的，有点点帮助啊。特别特别的奇怪的人的人人就是就到了这个地步的时候，因为很无奈啊，大家很无奈了，所以就只有这样子啊。还有其他的方法，比如说在心理学上啊，比如说一个人啊，比如说我们现在的最的很多的年轻人的这个最大的心理的问题，最大心理问题就是第一个就是找不到好的工作啊，第二个就是失恋啊，就是这两个是最大最大的痛苦了啊。然后感情上出了问题了，然后呢实在是放不下的时候啊，实在是放不下对方，心里特别特别痛苦的时候，然后心理学家就告诉你啊，你就站坐在这个27层楼上面，然后你就把那个人，那个是男朋友也好女朋友也好，把他包装在一个纸箱子里面啊，然后呢从这个背后的这个窗户里面呢就扔下去啊，然后又从心里拿出来把它包装好，包装好了以后就用从这个窗户里面扔下去啊，这其实不可能的，本来就没有在心里面的，但是人的心很奇怪的呀，扔了很多以后呢就是有一点点稍微轻松了，不怎么痛苦了啊。这些是我们就是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人类就是在今生的这个困境呢走到尽头，走到无奈的地步的时候，就发明了这么多的东西啊。其实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些都不管用的，管用也就是这么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而已，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用禅啊，用禅定来解决这所有的问题，是非常非常容易的啊，很容易的。所以这个禅定呢我们学会了以后呢也不需要钱啊，也不需要像不像库巴和这些不需要钱，但是我们有些地方呢就像很多地方修有什么禅修的这个什么很高端的课，然后就是一堂课有几万块钱啊，也有这样子的啊。但是呢我们佛教的这些真正的这些禅呢它不是用来赚钱的，它是用来利益众生，用来帮助众生的。所以我们学一下这个佛教的禅啊，然后自己去修，这样子的话，我们的所有的心理的问题啊，都能够解决啊，完全是没有问题的，都能够解决。所以这些是我从这个我们的生活方面讲的啊，从生活方面讲，禅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我相信我们今天在座的这么多人，每一个人的这个身边呢可能是很少，比如说很少有因为吃不起饭穿不起衣服所以很痛苦的这种人，我想很少的啊。但是呢每一个人的这个朋友圈里面呢有一大堆的人啊，他们很有钱，他们在事业上也很成功但是呢就是很不开心啊，心里有太多太多的不开心的事情，然后就整天都是感觉不到为什么要活着等等就有一大堆的这样子的心理上的有问题的人，这是绝对会有的啊。大家想一想你们的这个朋友圈里面有多少这样子的人，一定会有的那么这些人呢
如果我们把这个禅修的方法学会了以后呢，也可以告诉他们啊，然后他们也通过这种禅修的方法去修禅啊，然后他们的很多的心灵的这些问题啊，能够得到解决啊，这也是啊，在某种程度上啊，这也叫做利益众生啊，这个也叫做利益众生，所以很有意思的啊，这是生活的角度讲。另外一个呢，我们从解脱啊，佛教讲的解脱的一个更高的一个层面讲，那么禅是必须要的啊，如果没有禅，我们的心静不下来的啊，然后心静不下来的时候呢，我们看不到心的本质啊，我们的心的本质，看不见啊。如果我们看不见我们的心的本质的话，那么我们的所有的痛苦、烦恼啊，都是从我们的心里啊产生的啊，不是从外界产生的，不是我们的从大脑产生的，也不是我们身上的某一个骨骼、肌肉、皮肤产生的，而是我们的内心当中产生的。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啊，到底我们的精神是什么？什么叫做我们的精神？什么叫做心啊？因为这么多的垃圾的东西是从心里产生啊，它们的来源就是我们的心啊。那么这些垃圾的东西、烦恼的东西啊，一方面呢，不让我们这个过一个轻松的这个生活，不让我们开心啊；另一方面呢，它让我们去造太多太多的业罪业啊，杀盗淫妄，做太多的罪业，这所有的这些负面的这个动力啊，就在我们的心里，就在我们的心里。那么正好心就是我们的盲点，我们就不知道心是什么啊，我们的心到底是什么，我们都不知道啊，因为它是很深奥的东西啊。我们必须要了解它，才能够从源头上解决这些烦恼这些痛苦可以解决。但是呢就是恰恰就是我们真正的不知道的，我们的盲点盲点就是我们的心。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心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这些烦恼出来的时候呢，我们根本就没办法，根本就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法去对峙。控制它不知道，因为我们不知道它的来源是什么呢？比如说有一个马达一直都在转动比如说汽车的发动机转动，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不想让它转动的话，那我们知道这个动力从哪里产生的从哪里产生的，然后我们把它的油门关掉关掉了以后，很轻松的就手指一动或者脚一动。然后这么庞大的一个机器的转动停下来了。那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了解它的动力是怎么来的然后我们也知道它的这个动力怎么样让它消失这个我们都知道。所以呢，一个汽车让它发动我们发动它，让它这个工作或者让它停下来这个我们都很轻松的、很简单的是。这是因为我们了解它的这个动力的来源，所以这么轻松因为我们不了解心所以心里就是这些嗔恨心过度的贪欲没有必要的焦虑等等比如说我们很多时候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是不想去思考这么多的事情因为想得太多了以后就是睡不着但是呢，我们没有办法，就我们越想控制它的时候呢，它非常的叛逆的越没有办法控制，它越这个狂躁所以这是我们不知道它的问题在哪里，就因为我们不知道它的动力在哪里，所以我们没办法控制它比如说，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汽车是什么这样子的人想把这个汽车的这个动力关掉，那根本就没办法关，他根本就不知道怎么样去关。为什么呢？他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子转动他的发动机为什么转呢？他不知道，所以他没办法关掉。
没有办法观点，因为他不了解啊，他想观也观不了啊。这个时候就是他很无奈的。同样的，我们就不了解我们自己的内心世界，因为我们不了解他，所以我们想啊，不想让他啊，去想这么多事情的时候，想控制下来的时候，就控制不到啊，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去控制他啊，怎么样去控制他啊。就是一个从来没有看到过七彻的一个山里面的人，一个非常偏僻的人啊，让他啊关掉这个七彻啊，或者是某一种马达的声音啊，他非常的反感，他特别的讨厌这个马达的声音，他就要、啊、他想把它关掉，他想消灭这个声音啊。但是他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啊，所以他特别的痛苦，特别的苦恼啊。一样的，我们啊也就不知道怎么样去控制他啊，因为我们不了解我们自己的心呢啊，不知道怎么样让他停下来啊，所以我们很苦恼啊，是因为我们不了解的原因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的什么呢？我们就是要了解他，就是要知道他的这个本心。要看清楚啊，看清楚了，这个时候看到了以后呢，啊，然后我们立即就能够把这些我不想有的这些情绪啊，这些念头我能够控制掉啊，我想有的这个希望有的这些，比如说像慈悲心呢，啊，像佛这个佛法僧的这个对佛法僧的这个信心呢，对众生的这个慈悲心呢，啊。我就可以让它发展啊，让它增长啊，因为我知道怎么样让它增长啊，啊，它的动力在哪里，我们都已经看到，这时候都有办法的啊。那么，我们现在因为我们不了解我们的心啊，所以我们就只有去哭吧啊，只有去发泄吧啊，就只有这样子了啊。还有不能不说、那个，睡眠不好的时候就吃安眠药啊，然后就这个。抑郁症的时候呢，然后就又去吃抗抑郁剂啊，这样子啊，但是这些都是有太多太多的负面的这些作用啊。我们不要去想这个精神上的东西啊，用物质来控制，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利的啊，因为我们的大脑或者是我们的很多的器官跟我们的这个啊心态有没有关系？有关系啊。因为有关系，因为有一个简介的关系，所以我们对大脑的控制或者是某一个器官的控制对我们的心会受到一点点的影响的。但是这个产生了一个正面的影响的同时，就有一个太多太多的负面的影响啊，负面的影响。所以安眠药不能吃多啊，然后就是不能吃长期服用啊，然后就是抗抑郁剂啊，抑郁症的这个药啊，也不能吃太多。是长期服用的话，然后人慢慢的很笨啊，思维不灵活等等，有太多的这负面的东西啊，不能用，不能走这条路。那么最理想的方法呢，我们啊用心去治啊心他自己的病啊，这是最好的方法了。所以啊。我们要学禅啊，这是我要今天要讲的这个第二个啊，就是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修禅，就是这个啊。我刚才介绍了第一个呢，我们从生活的角度来讲也需要啊修禅，然后第二个呢，从解脱的角度来讲也需要修禅，然后呢，年轻人啊比老年人更需要。啊，更需要修禅啊，更需要修禅，尤其是学习成绩特别好的好的这些学生啊，他的学习成绩特别好是什么原因呢？大部分都是要靠他自己的努力啊，就是学习在这个学校给他施加压力啊，所以哈佛大学的45%的学生都有啊这个抑郁症，大家知道吗？啊，45%的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如果需要这些东西，都是要需要付出代价的啊，
都需要付出代价，所以年轻人就是更加的需要修禅啊，更加的需要修禅，因为年轻人的这个现在的年轻人的这个心灵的问题是特别特别多的啊，未来的这个30年、50年当中啊，这种趋势一定会越来越严重的啊。然后呢，50年、100年以后呢，我们不知道这个事情往那方面转，往那方面发展，我们不知道。但是呢，30、50年之内，这个一定会这样子会发展下去的。这样子的话，那么这个过程当中产生了太多太多的垃圾的情绪。负面的情绪，还有一个更可怕的叫做毁灭性的情绪啊！毁灭性的情绪是，比如说极端的这种嗔恨心啊，特别特别生气啊。这种情绪呢，它一方面会毁灭别人啊，另一方面呢，它会毁灭自己啊，毁灭自己。所以这些都是啊。这个有科学的证据的，我们比如说严重的这个嗔恨心，生气一个这样嗔恨心的时候呢，然后因为这个精神的原因，人体当中啊就产生了特别特别多的毒素啊，特别多的毒素。这个毒素呢啊，完全能够毒死啊白老鼠的啊白老鼠。所以呢，就是科学告诉我们呢啊，比如说。母亲啊特别生气的时候，心情特别不好，或者是尤其是特别生气的时候呢啊，然后这个金戒指如果让小孩啊吸奶啊，这样子的话，那就这个小孩会得病的啊。为什么呢？这个时候呢，这个乳汁里面已经产生了毒素啊，有毒素，有严重的毒素的。所以嗔恨心用佛教经常将毒啊，三毒五毒这样子用毒这个名字来形容这个嗔恨心啊，这些其实是非常有道理的。人体当中啊产生太多太多的这样子的毒素啊，所以人就越啊越焦虑啊，或者是越多的这个产生越多的这个嗔恨心啊，那么人体就是越不健康的啊。一方面呢，就是精神本身精神的力量很厉害的。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产生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激素啊，这个激素都是有很毒的啊。所以呢，我们需要与禅啊，需要用禅来解决这些问题啊，这个特别的重要。好，这个就叫做禅啊。为什么要修禅？简单的就说到这里了啊。接下来呢，我们就讲一个具体的方法。啊，一个具体的方法。那我们修禅啊，大家知道了什么叫做禅啊？简单的啊，笼统的知道了什么叫做禅。然后呢，我们为什么要修禅？也就很多人就知道了啊。那么这个时候呢，那我们接下来就是需要一个具体的方法啊，来修禅啊，具体的方法啊，这个。我觉得我们对所有人都特别有用的，尤其是像90后、80后这样子的人来说，更加的这个需要的啊。我们很多年轻人，他们觉得他们不需要修心啊，修心是这个老年人才需要，我们一般的人不需要。但是呢，根本就不是啊，修心是这个年轻人最需要，因为老年人的这个精神的问题啊。它没有那么的严重啊，然后年轻人的精神上的问题呢特别的多啊，老年人他的身体上的肉体上的啊问题啊就比较严重的啊，精神上的这个疾病呢稍微少一点，然后年轻人呢啊身体上的这个疾病稍微啊少一点，然后呢精神上的这个啊疾病就是特别的多啊，那么。我们的禅就是用来啊解决这个人的心灵的问题的，所以很多年轻人也特别的需要这种禅啊。那么这个禅呢，修什么样的禅呢？啊，大家可以啊考虑，比如说我们有思维的禅，没有思维的禅啊，超越的禅啊，都可以的。凡是啊，应该有一些禅，其中比较有用的是啊，比如说我们在睡眠，比如调节睡眠呢，调节心态啊。啊，这个当中，都这些禅都
都有用的。这个十多年前呢，美国的科学家做了这个实验了啊，这个当做这个实验品的人有12个人啊，有12个人，然后呢，其中的8个人呢，8个人都是西藏人，然后其中的4个人呢是欧美的西方人，但是他们都是十二个人都是修藏传佛教的这个禅定的这样子的人，然后他们被邀请到美国，然后用这个核磁共振的这个理论他们的脑部啊，让他们打坐静下来以后呢，就让他扫描他们的这个脑电波啊，脑电波的活动啊，这样子以后呢，这个报告，这个科学的报告就在2004年的这个美国国家科学会议有一个杂志汇集了很多很多的这些，是一个非常权威的科学的杂志那个上面就有后来除了那个以外，后来很多那个时候真是参与了这个实验的这些科学家后来他们也写了很多的书这些书里面呢他介绍的特别的清楚希望大家就应该是这个像网上可以搜索还有像香港啊像台湾啊这些地方这些书都能够买得到马来西亚也应该有的，大家看看这样子以后呢，我们立即就知道这里有科学的证据禅是完全能够调节人心的这一点我们完全可以相信这样子。好，接下来我们就讲一个简单的一个禅修的方法禅修的时候呢，我们首先要注意这个3个方面一个方面，第一方面呢，身体的姿势第二个方面呢，呼吸呼吸的状态然后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心态的调节调节心态，这样子3个方面三方面要注意三方面的第一个我们身体的姿势呢，修禅的时候要要注意七个身体的姿势，七种姿势。这个七种姿势，当我们刚刚开始修禅的时候呢特别的重要特别重要。然后我们的禅定呢，就修到一定的时候呢，就稍微有一点进步的时候呢，那就不一定要这个身体不一定要做这种姿势但是初学刚刚开始训练禅的时候，这个身体的姿势特别重要的。好，这个身体的姿势我们大家要注意大家注意一下。第一个是什么呢？腿要盘起来盘腿就坐在这个，今天我们坐在椅子上不方便，但是呢以后我们修禅定的时候呢，就是要腿盘起来盘腿有两种，又叫双盘和单盘但是单盘就可以了单盘就稍微比较轻松一点单盘就可以但是盘腿的时候呢就是建议大家不要穿这个紧身衣像牛仔裤等等要稍微穿一些比较休闲的衣服这样子的话就盘腿不是很费力腿不疼有帮助的第一个是盘腿但是呢你们绝大多数的人长期坐在这个椅子沙发这样子的人，让盘腿这个很难受的，所以就5分钟10分钟20分钟以后呢就腿一定会很难受坚持不下去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有什么办法呢？有两种方法大家要记住。有一个，第一个方法是要强迫自己强制性的手段腿特别难受的时候呢我们的心这个时候没办法修禅定了所有的这个注意力都在这个腿的这个疼痛这个上面了，没办法修。但是没关系，先大家训练一下这个盘腿这个时候
腿特别的痛，但是呢，忍住坚持啊，这样子一次两次三次成功了以后呢，从此以后啊，永久性的啊解决了这个问题了，永久性的解决，再不会啊腿再不会难受的啊，以后呢，我们盘腿两个小时、三个小时都没有问题的啊，这是一个方法，比较强制性的方法，嗯。另外一个方法呢啊，推盘起来的时候啊，就是刚才讲的很痛啊，痛的时候啊不要忍啊，腿稍微活动一下，但是呢人动心不动啊，心不动腿稍微活动一下，就我们刚才讲的人忙啊心不忙啊，就这个道理啊，就腿动啊，心不动啊，心还是在禅定当中，但是腿受不了的话稍微活动一下也可以，这样子慢慢慢慢啊就习惯了，这样子以后呢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了。好，这个是第一个啊，腿要盘起来，这是第一个姿势，嗯。第二个姿势呢啊，大家看到这里啊，手啊要做这个禅定的啊，禅定的这个姿势啊，我们的手要做禅定的姿势，禅定的姿势什么样子呢？左手啊这样子放下面，然后右手啊放在这个左手的手心啊里边啊这样子，然后两个啊拇指头，两个大拇指头啊这样子啊碰头啊这样子啊啊，然后呢这个叫做这个禅定的手印啊，禅定的手印，嗯。然后这个手印啊做好了以后呢，就在放在这个肚脐下面的四个手指处啊，这个地方叫做丹田啊，丹田啊，就中医啊就在这个地方叫做，在中医里面叫丹田啊，放在这个丹田这地方啊，这样子禅定啊，大家看到释迦牟尼佛啊这个左手是这样子的，这个禅定的状态啊。我们今天没有阿弥陀佛的佛像，如果有阿弥陀佛，左手右手都是这样子的禅定的这个手印，嗯，啊，放在这个丹田处，这是第二。然后第三啊，第三啊，两个胳膊要这样子张开的啊啊，打坐的时候这样子张开啊，不能这样子啊，不要这样子啊，这样张开啊，为什么要张开呢？啊，两个胳膊张开以后呢，我们的肩膀啊，背后的这个肌肉啊，都可以达到一个很放松的自然的啊状态，所以就长期打坐，不会啊，不会生病啊，不会累啊，不会累啊，这样子。如果我们打坐时候这样子啊用力的话，那么背后的这个所有的啊肌肉都收缩啊。这样子以后呢，长期时间长了以后，一个姿势啊，肌肉粘连啊，粘连以后呢，然后很痛啊，需要这个找中医来按摩扎针，要就是要这个时候就很麻烦的呀，所以啊，张开啊，这样子打坐，这是第三，嗯啊，第四，身体要端正啊，身体要端正，但是不要太用力的啊，这样子端正特别。用力的端正也是不对的，要放松的，要放轻松，但是呢放松啊自然当中呢也有一个啊这个端正啊，不向左不向右歪啊，就是端正啊，这样子，这是第四，嗯。第五啊头稍微往前啊，稍微往前低，这样子啊，不能这样子啊啊，不能这样子，嗯。这样子的话，我们啊天天看手机，这样子看，这叫做低头族啊，本来就是低头族啊。然后我们打坐的时候又是低头族的话，那这个肩膀就实在受不了了啊。所以呢，啊就稍微啊往前啊这样子啊，稍微往前低一点点，嗯，啊这是第五，第六啊，第六啊，这个呼吸啊，呼吸呢。要正常的很轻松的很自然的呼吸啊，不需要刻意的去快，刻意的去调慢啊，都不需要的，很自然就可以啊。然后呢舌头啊，舌头就放在上颚
这个鸭翅的鸭根啊，鸭根啊，这样子啊，这样子真昌的呼吸啊，这是啊第六、第七啊，眼睛啊，眼睛，我们很多人是，也许是从南川这边学来的吧，啊，很多人是闭着眼睛打坐啊，为什么呢？睁开眼睛看到这么多人，我心静不下来，所以我要闭着眼睛啊。但是这样子以后呢？开始刚刚开始的时候就稍微感觉好一点啊，但是呢就闭着眼睛打坐的话十分钟以后就睡着了啊，所以不能闭着眼睛的，还要睁开眼睛啊。但是这个睁开眼睛呢只有半闭的状态啊，眼睛是半闭的状态啊，不能睁开眼睛东看西看啊，不能这样子，就半闭状态，就看佛经里面讲鼻尖啊，也不是说一定要看这个地方啊，但是朝这个方向看就可以了啊。往下看，我们看到释迦牟尼佛的佛像啊，所有的佛像都是这样子，就是这个半闭的状态啊，都是半闭的状态啊。唯一就是莲花生大师瞪着眼睛的啊，其他的都是半闭的状态的啊。大家都在修禅定啊，其他都在修禅定，因为莲花生大师呢为了降魔瞪着眼睛啊，有没有归来，有没有魔来，要来的话就是要啊这个叫降伏的，前出威远的啊。然后其他的这个佛菩萨呢啊都是安心的打坐啊，这样子。所以往下看啊，这是第七啊，第七个，这些是身体的这个姿势啊，身体姿势，这是第一个要注意的啊。然后第二个呢，呼吸啊，第二个是呼吸啊，呼吸啊，呼吸方面呢我们要注意啊，现在我们开始注意呼吸。那注意什么呢啊？因为我们打坐的时候啊，要这个我们打坐的时候，如果把我们的心里的啊这些垃圾情绪要清理，要清空啊！如果不清空的话，本来有这么多的垃圾情绪，在这个上面呢修禅定，效果不会很好的。所以把这个垃圾情绪全部清理、清空，然后再去修禅定啊，这样子效果很好的。就像我们吃饭的时候呢，首先把碗洗干净啊，洗干净以后，然后食物倒在碗里面吃啊，一样的道理，先把碗洗干净一样。啊，我们把这个垃圾情绪要清理掉啊。那么清理的方法是什么呢？一个是呼吸的一个方法，再加上一个观想啊，再加上一个观想，这两个加起来，他们两个的这个力量啊，把我们的心里的这些情绪啊都排出去啊。那么方法是什么呢？请大家看这里啊，请大家看到这里。第一个，这个也有一个是这个有一点点身体的姿势啊。首先第一个，我们的这个手啊，这个大拇指头啊，摁住这个手指的倒数的第二个手指的这个指根啊，这根啊，这里摁住，然后呢，其他的四个手指啊，放在这个拇指上面啊，这样子，这个叫做。在佛经里面呢，这叫做金刚拳，是一个拳头啊。然后这个做好了以后呢，就摁住这个左右腿的腿根有动脉和经脉啊，就放在这个穴脉上面啊，有摁住啊，就稍微用力，不需要用太大的力啊，摁住啊，这样子啊，大家啊就这样子摁住，然后啊。左手还不动啊，左手这样子，然后右手就这样子，大家看这里啊，右手的大拇指啊，摁住这个无名指的指根啊，这个跟我们刚才讲的是一样的啊。然后不一样的是什么呢？食指要伸出来啊，这样子伸出来，其他的三个手指啊放在这个拇指上面啊，这样子，然后手心啊这样子朝上啊。放在这个膝盖上面啊，先放在膝盖上，然后我们开始啊，开始这样子，大家看着啊，然后我们把这个手指头啊，这样子摁住这个右边的鼻孔啊，把右边的鼻孔压住
恩主，然后从左边的鼻孔当中排气啊，排气，排气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冥想啊，是什么冥想呢？这个时候这个观想啊或者冥想是最有效的啊，最大的这个作用还是这个观想的作用啊。我们要怎么观想呢？我们把我们的这个贪嗔痴这些烦恼，还有很多很多的压力、焦虑、各种各样的负面的这些情绪啊，都变成了一个非常非常肮脏的黑色的气体啊，变成了一个特别肮脏的黑色气体啊，就像有些柴油作为燃料的这个卡车的啊排气管啊里面排出来的这个啊气啊一样，又黑又脏啊，或者是有些烧煤的这个工厂啊，他们的这个烟筒里面呢，烧煤的烟筒啊里面冒出来的这个烧煤的烟啊一样，又脏又黑的一个这样子的气体啊，我们的所有的烦恼焦虑都变成了一个这样子的气体，然后从这个左边的鼻孔里面呢就排出去啊。排的时候呢，我们首先啊还没有压住的时候，先深深的吸一口气啊。吸气的时候呢，鼻孔、口腔同时吸气，深深的吸一口气，先这样子。吸了以后再压住啊，然后从左边的鼻孔再排出去啊，这样子很长的啊，然后一次、两次、三次啊，反复的三次啊，排除。排除的时候最关键的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观想啊。好，这个完了以后呢，我们左右手再环啊，右手作为这种拳头啊，摁住这个右腿腿根的动脉上面啊，然后呢，左手就是刚才这样子，食指伸出来啊，放在这个膝盖上，然后再上来啊，压住左边的鼻孔啊，摁住左边的鼻孔，然后观想呢，完全是一样，我们把所有的烦恼观想为黑色的气体，从右边的鼻孔啊排出去。这样子一次、两次、三次啊，三次完了以后呢，然后我们把左右两个啊，左右两手这样子啊，同时做这样子的金刚拳，然后摁住这个左右两个腿的腿根啊，然后左右两个鼻孔同时啊排气，一次、两次、三次，观想都是一样的啊，我们都可以观想为黑色的气体啊排出去，然后排完了以后呢，我们再观想，我们现在我们的身体啊就变成了一个非常啊干净的，就像一个玻璃杯啊，就是吸得干干净净一样，我们的心、我们的身体啊都变成了一个非常透明的、非常清净的、非常干净纯洁的一个这样子的身体啊，就是心里这样子想就可以了啊，这叫做观想。好，这个完了以后啊，就这个叫做我们的呼吸的呼吸方面，呼吸的要点啊，身体的要点，呼吸的要点，最后一个是精神啊，精神的方面啊，精神上的要点啊，这时候呢我们啊，有一个首先要观想啊，我们的前面观想一尊释迦牟尼佛啊，面前的空中观想释迦牟尼佛，面前的空中什么呢？从我们的头顶往前啊，一宙，从这个地方到这里叫做一宙啊，一宙往前一宙，然后从这里往上一宙啊，那大概就是这样子的地方了啊，这个地方我们观想一个释迦牟尼佛的这个，首先是这个莲花座啊，莲花座，先观想莲花座，然后在莲花座啊上面呢观想一尊释迦牟尼佛，面朝着我们啊，面朝我们观想一个释迦牟尼佛，然后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上师啊，有五个、十个、八个，南传的、汉传的、藏传的都可以，
所有的上师啊，就这个跟佛啊融为一体啊，跟佛就观相在一体啊，也就是说这个外表啊观相为佛啊，然后呢它的本质是释迦牟尼佛和我们的上师的一体化啊，就是一个一体化的佛啊，观相在前面。嗯，观相在这个地方的观相是我们心里相就可以了啊，然后观相好了以后呢，第二个我们要祈祷啊，以非常恭敬的心，虔诚的心啊，祈祷释迦牟尼佛和祈祷上师啊，加持我啊，加持我能够在这一座当中啊修除禅定啊，能够修除禅定，这样子啊，虔诚的这个祈请啊，然后啊强烈的信心啊，虔诚的祈请，然后就念这个佛啊，释迦牟尼佛的名号，我们可以啊念这个佛的心咒名号都可以的啊，这个不需要太长的时间，大概十分钟五分钟这样子就可以了。那然后这个修完了以后呢，我们再观想啊，这个原来是一尊佛啊，那么现在呢从这个佛的边缘上慢慢的就变成一团光啊，变成光光啊，这个花这叫做花光啊，把佛就变成一团光，最后就变成了一个很小很小的两点啊，就是一个光的敏点，嗯，就像一颗豌豆啊啊，这么小的一个光的敏点啊，两点啊，这个两点从我们的头顶啊进入我们的身体，最后到了心见啊，到了心见的时候，我们再观想啊，现在我们的心跟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智慧啊融入一体啊，融为一体啊，就这么观想，在这个当中啊，这个状态当中，然后我们什么都不去想啊，不去想啊过去的事情，不去想未来的事情，当下的什么也不想，所有的念头啊，所有的杂念都放下来，在一个非常平静的状态当中啊，安住啊，安住就是安住，就是持续维持啊这个安静的宁静的状态，叫做安住啊，安住。但是这个安住就不能安住太长时间，因为我们还没有修禅定，所以它只有啊就几分钟几秒钟以后呢，就立即就有各种的杂念啊都会出来的啊，但是没关系啊，杂念出来以后呢，我们不需要继续去想这个事情，就可以结束了啊。好，这时候呢我们啊在这个之前是要发菩提心的啊，要发菩提心，嗯，然后我们现在开始啊就修禅定了啊。那这之前呢，这个以上我讲的这些是刚才我们讲的身体方面的主啊几个问题，还有这个呼吸，还有观相啊，这几个呢所有的禅修啊，不管是有思维的没有思维的，或者是超越这个思维的，所有的禅修啊都需要这以上的啊这以上的方法啊，都需要的。我们不管我们修什么样的禅定啊，都需要的。大家注意啊，刚才我们讲的这些，如果我今天讲的没有很清楚的话，那么网上啊还有很多的稍微比较讲的更清楚一点的这个视频呢、啊、音频还有书啊都有的啊，都有的，所以大家可以下载啊，下载以后大家学习。那么今天我们也就简单的介绍了。好，这个完了以后呢啊，现在我们是真实的这个主题啊，现在才是主题啊，主题的这个禅修啊，主题的禅修。那么禅修啊有很多种禅修啊，很多种禅修。那么我将今天啊给大家啊就介绍两个方法啊，给大家介绍两种方法。其实这个修禅修的方法特别的多啊，南传佛教里面呢也有很多很多，然后呢藏传佛教的这个密宗里面呢又特别的多，方法特别多，嗯，
但是这些方法呢，我们不一定要用这些所有的方法呀，其中有一个两个或者几个做得比较好的话呢，就能够达到这个效果啊，不需要太多。所以我就是介绍两个两个方法。那么一个方法呢，它是一个最基本的，就像基本功啊，就像我们练其他的这个动作的时候都有基本功啊，就是像基本功一样，但是它也是属于这个禅修的方法。那这个基本功什么呢？数呼吸啊，呼吸啊，数呼吸，我们依靠呼吸来修禅修。那么这个数呼吸的这种方法呢，南传佛教里面也有啊，印度教的这个瑜伽里面呢也有啊，很多地方都有，都有。但是我们现在讲的是这个佛教里面，藏传佛教里面的一个数呼吸的方法，这个跟南传佛教的数这个呼吸的修法稍微也有一点点不一样，更简单一点啊，更简单一点。这个数呼吸呢，我们怎么修呢？我们把这个呼和吸这两个作为一个数字啊，作为一个数字，一个呼和一个吸就作为一个数字。然后这个数字呢数从一一二三四五六七就数到七从一数到七。然后数到七以后呢，不能数到八九十十一十二五十七十八十，不能这样子数啊。为什么不能数呢？如果这个数字多了以后呢，心一样的会散乱的所以注意力不能集中。所以七是不多不少不要再少也不要再多多了以后呢心很散乱的，所以呢就除了七八九十这些都不用数了到了七然后又回来又从第一开始从一数到七数到七以后呢又回来又从一再数到七然后这个是每七个数字就作为一组一组然后我们刚才学这样子，比如说三次三个七，那么这叫做三组五个七是五组，七个七七组有些时候如果自己喜欢的话呢，比如说我们从头到尾两个小时的这个禅修全部都是用这种呼吸的方法去数呼吸方法去修也是可以的但是在一般的情况下呢，我们修正式的禅定的之前就是在比如说五分钟十分钟的时间当中就修一下这个呼吸很有用的。为什么呢？这时候呢我们呢全身关注全身关注，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一起集中到这个数字上面然后数字的变化从一到七的这个变化慢慢的去数，然后又回来又去数这样子的话它就是有一个静中有动动中有静心很平静没有其他的各种各样的杂念，但是呢这当中还有一点点的这个思维的活动，这个就是在数这个呼吸但是数呼吸的同时呢心可以很平静的这个我们感受一下就知道很平静的平时我们的心一会儿有想开心的事情，一会儿有想不开心的事情，所以不规范的是很糟糕的，我们的心的这个心灵的状态是这样子。但是现在呢把这个所有的这些精神都集中起来，然后呢他的思维的方式呢现在有一个模式就让你去数这个，其他都不想其他都不要去想，就去想这个事情这样子的话，虽然这个时候也有一点点的这个思维，也不是完全静下来了，但是呢
只有一个念头啊，没有其他的各种各样的念头，而且一个念头呢就在持续的就保持一个状态，所以很有帮助啊，心能够静得下来的，很有帮助的。然后南传佛教的跟这个藏传佛教也有这种修法，这里面呢呼吸的时候呢，这个呼吸的这个气体的颜色呀，气体的温度呀，去观想很多很多。但是这个就现在这个时候呢，稍微简单一点的话就不需要了，我们只取竖这个梳子就可以了啊。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大家感受一下啊，感受一下。感受的时候请大家能够盘腿就盘腿啊，不方便盘腿也没关系啊，可以坐在这个椅子上，不盘腿也可以啊。然后手解丁音啊，禅丁的手音啊，大家左手放在下面，右手放在上面，然后就这个禅丁这个放在这肚脐下，四手指处丹田，两个手胳膊张开好。然后我们刚才这个排气我们不做了啊，因为没有太多的时间，排气我们不做了。现在我们所有人我们的这个全身关注所有的注意力集中集中了以后呢，他的脚点是数呼吸，它的焦点就是在这个数字数字上，专注于这个数字过去未来家里的工作上的所有的这些都放下，不要去想然后全身关注的去数呼吸请大家，我们从一数到七，然后七完了以后呢再回来，又数到七，再回来又数到七，我们数三个七三个七的时候呢，我们这个过程当中就感觉到一个特别特别的平静的这个状态。这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周围的所有的这些，比如说空调的声音呢，哪怕是一个很小小的声音都变成一个很大的这个声音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精神就变成了一个非常非常敏感的，就是灵敏度很高很高的，它进入一个这样子的状态，这个叫做禅好，大家我们开始大家做好把这个身体的姿势恢复，然后呢我们大家全身关注，什么都不要去想，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这个数字上面我们开始数呼吸了，我们感受，我们数三次。好，我们数了三次。好，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
啊，就感觉到虽然我们在数呼吸，但是呢，心还是一样的很平静啊。这是因为禅定的还有一个更深入的禅定啊，但是因为这个很平静的，我们现实生活是很浮躁的，从很浮躁的状态当中直接进入很平静的状态，这个很难。所以中间呢有一个这样子的数呼吸的过程的话，那这个数呼吸呢它有平静，也有一点点这个思维啊，所以呢这个在这个中间是一个过渡的阶段，是很好的。好，然后我们以后啊，如果喜欢自己喜欢修这个禅修，继续可以修啊。还有一些方法呢，还有一些方法，但是这个我们可以在网上大家可以看，因为今天我们时间的关系不讲啊。接下来还有另外一个禅修，另外一个禅修呢啊，它是在宪宗啊里面也讲过了，像这个大乘啊、如楞伽经啊等等，很多佛经里面都讲过。然后呢密宗里面也有讲过啊，这是一个宪宗密宗大家都觉得非常不错的一个修行的方法。那这个修行的方法是什么呢？我们先啊清一张释迦牟尼佛的佛像啊，清一张释迦牟尼佛的佛像，然后这个佛像要开光啊，开光好了以后呢就放在我们的对面啊，放在我们对面，不要放很高的地方，也不要放很低的地方啊，就是正对面啊，放在正对面。前面这个佛像的前面啊，我们简单的供几个供品，像花呀、水呀、香啊啊，简单供几个供品，然后佛像就放在前面。然后这个需要稍微比较凉的地方啊，很阴暗的地方不要去观想，稍微光线比较好的地方，最好是光从这样子从背后啊打到这个佛像上面啊，但是不能太刺眼的反光的啊，不能用这样子的啊，不刺眼的不反光的一个这样子的佛像啊放在前面。然后呢我们真是这个打坐的时候呢，两只眼睛啊就定在这个佛经啊，这个佛像啊，定在佛像，然后心里啊不想任何事情啊，过去未来现在的所有的这些啊念头全部放下，然后我们的心就是仿佛融入在这个佛像上面一样啊，我们的整个的精神仿佛融入在这个佛像上一样啊，我们的两个这个眼睛和心都锁定啊，就锁定在这个佛像的脸部啊，佛像的脸部。然后呢，眼球啊，最好不要太多的转动啊，然后不要太多的眨眼啊，然后心平静下来，就看着这个佛像，然后心里不想任何事情啊，就静下来这样子啊。这是一种方法啊，这个是这个我们现在没有时间体验了啊，没有时间去体验，但没关系啊。那么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几个注意的地方不能不讲了。第一个是什么呢？当我们这样子静下来的时候啊，就几秒钟啊，十几秒钟当中呢，效果特别的好。但是呢啊，一会儿啊又就跑身走身啊，心非常的散乱啊，我们的心就会跑啊很多很多的地方啊，然后他又去人在这里打坐，但是呢心啊已经到家里面，已经到公司里面，然后呢就去想这个事情想那个事情都有可能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立即就要发现啊，我们的心已经不在这里了，立即就要发现啊，发现的时候呢让他回来啊，不要去想这个事情啊，这个让他回来，又专注在这个佛经啊，这个佛像上，然后又打坐啊，这样子，这个效果是非常的好的，这个是一举两得啊。一方面，我们的心能够静得下来；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观想啊，比如说我们啊学藏传佛教的，如果要观想金刚萨埵，把金刚萨埵佛像放在前面，这样子，那时间长了以后，观想的特别特别的好啊。如果要观想观世音菩萨啊，那我们看观世音菩萨，
观想特别清楚，一方面能够修禅定啊，一方面呢能够观想啊，这两个方面都有非常大的帮助。好，这是我们今天给大家简单的这个介绍一下这个关于禅修。但是呢今天我讲的这个禅修，尤其是这个具体的方法的这个部分呢，讲的很粗糙，那没有不深入不细致，是因为是实践的关系但是这个慧灯之光的网站这上面呢有很多的视频音频，讲的比较介绍的比较具体的，然后就是稍微比较深入细致的这样子的有，大家可以参考还有呢，我们在其他地方讲的，比如说前几天在新加坡讲的这个禅修里面呢，也有一个是稍微比较比今天的这个稍微细一点、详细一点的有这个资料，也会留给你们的，你们大家到时候自己可以拷贝然后去听，那就只有这样子。然后我们最后我们回向我们这个禅定结束的时候呢，就结束了。结束以后呢，就会往回就看一下我这一坐当中修得怎么样监察一下、检讨一下然后就最后就回向回向完了以后，这一坐的禅修就结束了然后结束了以后呢，然后下一坐又接着去这个修从藏传佛教的这个要求讲比如说我们禅修修一个半小时的话然后出来修行的这个时间呢不能超过这个禅修的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打坐一个半小时的话，那就一个半小时以后休息，这个休息的时间不能超过半个小时，就这个意思如果这个休息的时间很长，打坐的时间短那就效果不是很好。所以这个当然是我们专门修心闭关的时候平时我们每天上午打坐呀，下午打坐，这个时候是做不到的。但是呢，专门去修心闭关的时候呢，打坐一个半小时，然后休息半个小时然后休息完了以后再打坐一个半小时然后再休息半个小时这样子的。然后休息的时候呢，休息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修这个没有思维的这个禅修的话那出来了以后呢，也要注意这个心微，也要注意要注意什么呢？不能说太多太多的话不能说太多的话。那如果能够止语是最好的方法了。止语，如果不能止语，也就不要说太多的话，因为说话是人的心最让人的心散乱的，就是说话说话多了以后，人的心就是非常的这个私欲，这个活动特别的宽敞的，就静不下来的。所以少说话，然后呢，少接触人少接触人。然后就是如果学习的话，也就学习要学习，不要太动脑筋的这些简单的东西，学这些东西不要去学需要动脑筋的这些很复杂的东西，不能去学不能去学，就是因为人的这个打坐的状态和不打坐的这个行为要连接起来连接起来。禅宗里面这样子，藏传佛教也是这样子。比如说我们修禅定的时候出来以后呢包括说话要小声的说然后呢吃饭呢，然后就是走路所有的这个动作都变成一个慢动作的镜头一样然后呢，说话也要慢，吃饭也要慢，都要慢下来，这样子才能够心能够静得下来的这个当然是我们打坐闭关的时候平时我们早上打坐，马上就要匆匆忙忙的去上班，怎么可能慢动作呢？再慢了就不行了所以这样子禅修。好，今天我们讲的是一个比较简单的禅修的方法，但是在这个当中，你们已经知道了简单的禅修是什么样子，至少有一个方向，
稍微明确了。那么这样子你们进一步的去学习一下，就基本上具体的很多方法都知道了啊，这个对大家都有帮助的。好，我们现在做一个回向。说那么的一当这是八年从你你不得能盘学讲解的能解忘了这把这边做连着啊做着而修我们阿红班子人格的爸妈舍得红我们阿红班子人格的爸妈舍得红我们阿红班子人格的爸妈舍得红。